这边开的是高画质 1080p 啊，已经开到最高了。18瓦的话啊，可以跑个5-6次帧啊，这个游戏完全没有问题啊。这个也终于算是新游戏上和谐跑到满画质了。之后会测试更多游戏啊，我们期待下期再见。Thank you.